阿姨，嫁俾我啊！吓，咩回事啊？你起身先啦！你唔应承我唔起身？我都想结婚啊，但系你有冇谂过，我哋而家仲要租屋住，我都想小朋友有好嘅学校，想爹哋妈咪有地方散步，我都想住市中心啊，做咩都方便，一家人住得阔落啲，都开心啲。其实你有冇考虑过噶？我已经谂好晒噶啦。我准备咗30多首付，就系想俾个惊喜你。嫁俾佢，嫁俾佢。其实你肯啲，早就帮你谂好晒噶啦。早就知道你哋中意行街啦。呢边系小区门口，呢边系彩虹汇，旁边系啱开业嘅金禧业商业中心，食饭、下午茶、睇电影、健身、教培，方便到冇得顶。隔篱有两间幼儿园，仲有中心小学、燕州中学，仔女读书正啊！中医院、绿洲公园行两步就到啦，父母教细满意。周边有3条主干道：105角道、北外环、彩虹大道，去东南西北区一脚油板，湿湿碎啦。咁小区环境点样啊？梗系冇问题啦，楼生已经全部睇好晒噶啦。哎，陈太咁啱啊，去接出货啊？系啊，顺便去买菜。好啊好啊，唔阻你先吓。25,000平方园林，高标准升级会所，恒温泳池。如果有翻3、4房，咁就更加好啦。早就安排咗啦。走，呢系108方准热楼，动静分区，3开间朝南，2个阳台，1个晾衫教私密，1个睇风景教他条，足足216米楼间距，25,000平方园林包围，神仙都羡慕啊！具体全屋想要3房，有3房。咁我想要4房，仲可以变成4房？肯定冇问题啦。得。豪华主卧，全屏飘窗，带阔落主位。1米8床咁样摆，呢度做通顶衣柜，以后有小朋友摆张婴儿床都够晒位置。里边2个次卧，1个小朋友住得阔落，2个小朋友住得开心，3代同堂都兜扑破林。嚟呢边睇下我哋个 L 型超级大阳台，仲有 M 种好嚟性喎。得闲可以 BBQ， 落班做下运动，唔得闲就封窗，攞嚟做书房，望住外面咁靓嘅风景，灵感都爆棚啊！真系唔错喎！呢度可以买张折叠沙发，有客人嚟可以住翻晚嘅。系咯系咯系咯，以后我哋喺度买张大沙发，装好大电视，周末一齐睇电影。真系30多万首付就点？掂个碌字啊！咁阿姨，你接唔接受我求婚啫？行啦行啦，我哋煲金蛋先。恭喜恭喜！